那也是学校需要的一个配套。那当时有天讲说，这个大概是49年之前，我们刚讲到中理中嘛，哈，那中理中它主要是从事城市政策学说和领导领导法，好像比较通过民间导赏。那这个民间参与还有这个中理中这一块，你这个怎么去解决？那他们谈的这个领导法应该是客观的。
少年宝和那个男主婚姻，就三观里面谈三十岁，我们在谈过这个环境不对下面的这个三观不可以接受的男性上的婚恋，尤其是天平，其他也不太有问题。最开始三观有这个道士嘛，通过解释其喜欢靠他的那个性格，他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不同，所以在现在你们可以看到非常的一个特长，更明显的被攻略。如果三观也不合理嘛，很可能受不了合理。所以你看这个道教的这个科技里面。